网红，你腿好长啊！我是不是看起来像1.75米的样子？难道不是吗？没有啊，我其实是穿了一条让我看起来像1.75米的牛仔裤。所以我们在秋冬天怎么选到一条提臀显瘦又好搭的牛仔裤呢？所有女生一定要注意哦！所有我们想要让自己显腿长且看起来非常笔直的，首选就是喇叭裤。那我们就先从版型开始。其实很多喇叭裤它是上半身特别紧，所以我们穿上去的时候就会很挑我们的大腿，从侧面看这边就会凸出来一块。我们要选喇叭裤，不要选择那种太大的，要选择那种像我身上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微喇，但是呢我们从膝盖往上它又是一个直筒裤。腰头的位置不要太高，但也不要太低，因为有些女生当你如果有肚子哦，太高它就会包住我们小腹，太低的话就会显得腰很长。我们要选择那种就是后腰是往上的，前腰是往下的，遮住一半的肚子的同时又能把我们的屁股往上抬。所以你看从背面看是不是感觉整个人是这样往上的，对吧？然后接下来就是面料，因为啊在秋冬天天气那么冷了，所以我一定要让自己穿得舒服。我们什么情况下会穿牛仔裤，就是想要舒服又简约的时候，所以牛仔裤的面料一定要舒服。你看我身上这条裤子是不是弹力很大，而且是那种我们从腰头的位置蹲下去哦，它都不会有那种特别勒完之后你感觉这边蜷缩不了的那种。包括我们膝盖的位置，你看它站起来的时候它是不容易鼓包的。你看到这条裤子的时候是不是想象不到它里面是加了绒，但是你看哦，它里面是加了薄薄的绒，就算增加了保暖度的同时它一样让我显高。而且它没有那种加绒的牛仔裤有的那种硬邦邦的感觉，它是整个柔软有弹力，但是显腿长。最后就是颜色，我一般啊比较推荐大家在秋冬天想要跟所有的单品都能搭的，就一般是选深蓝色。因为第一个这个颜色比较不挑你的外套，你就里面穿一个打底衫再加我们的牛仔，外面你就随便搭外套挡住我的脸，是不是看不出年龄，但是又感觉整个人的腿就是那种又细又长的感觉。秋冬天想要那种就是穿上去好看的时候，你看你选对一条牛仔裤，里面就算穿一个简单的一个打底衫，然后我们都可以随便跟所有的外套搭一块时髦的马甲。你看哦，这种款式就在室内很好穿，腿是不是一样长？我超喜欢这个小香风，你看哦，咱就直接套下去，它是不是也没有问题？外套越短显得我们的腿越长，有没有？然后甚至有些女生就会说穿长的大衣，你看随便背一个包，这就是我们秋冬天的搭配，显瘦显腿长还暖和。